师父说，有些事不论愿不愿意都要发生，你只能接受。总有些东西不论躲不躲避都要来临，你只能面对。总有些人不论放不放手都要离开，你只能释然。别惹麻烦，但也别怕麻烦。生活像是弹簧，你弱它就强。如果改变不了现实，那就改变自己。携手时珍视，放手时洒脱，于人于己都是一种幸福。